天文台預料超強颱風曼兒今晚至到星期一初時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，屆時會發出熱帶氣旋警告信號。朝早天色陰暗，維港兩岸被厚厚的雲層籠罩。天文台說曼兒將會橫過菲律賓呂宋進入南海中北部。在東北季候風和曼兒的共同影響下，星期一和星期二華南沿岸風勢將會逐漸增強，今個星期氣温亦都會逐步下降，最低氣温降至18度或者以下。天文台又提醒，今個星期初正值天文大潮，水位在晚間漲潮的時候升得特別高，個別沿岸低洼地區可能出現輕微水浸。